或许对于现在的人类来说，时间依旧是无法被战胜的规则，但在此刻，一切可能性都将触手可及。如今，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唯一一条道路，那么，无需拖延。就用手中的枪弹击穿因果的螺旋吧。我回来了，指挥官。我们对彼此已经足够熟悉，就跳过这些繁文缛节，直接进入正题吧。这次的新武器是一柄枪匣，内含多种枪械的同时，枪匣本身也可作为武器使用。充分的战前准备能够在最初进入战斗时便带来满格的能量。在长岸普攻的指令下，我会向地面射出子弹，从而进入特殊状态。在该状态下，狙击枪可以无限使用，并返还部分三消掉的信号球。开启特殊空间后，我会以消耗积攒的能量为代价，开放机体的全部算力，将来自高维世界的投影可视化。在这些并行存在的可能性中，我将找到最佳方案，给予敌人致命一击。攻击告一段落或能量耗尽后，特殊空间所带来的影响也会消失，之后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再次开启。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战斗都请放心交给我吧。